冬天什么美食最受欢迎？就是火锅，增强免疫力。我们今天打卡一家雨花区新开的自助牛肉，这家牛肉馆就在芙蓉路和新建路的交界口。一进门就是现切牛肉区，但是没有按部位区分装盘。店面只有一层，不是很大，但是很敞亮。因为天气冷，服务员一上来就端了两杯牛杂汤，好烫好烫的。菜品不是很多，但是看起来干净新鲜。无限牛肉自助，九记牛肉火锅店，它这个品牌有很多家分店，涂家冲店是新开的，这家店和别的店比起来品种会少一些，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优点。看人少，另外就是有景观位，它还有一点就是交通很方便，地铁站下了地铁站就可以直达这里。它这家店品种少是指的，比如说你像新开布店的那个牛肉粒还有牛腩，它这里就没有。其他的食材都是锦上添花，七上八下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来开吃。潮汕牛肉配上是沙茶酱，特别好吃。烧烤档推荐煎饺，饮料推荐豆浆，主打现切牛肉。